然后按一下这个复位键，复位键啊，按一下复位键，这复位就可以了。只要就按启动就可以了。第一次开机一定要按一下复位，它这个会有这个。 按这个也可以，按这里也可以，就启动也是一样，按这个也可以，这个也可以。